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，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早前曾宣布，未来美国空军将只保留四种型号的作战飞机，即 F-35、F-16、F-15EX 以及正在研发中的六代机项目。这也就意味着，作为全球第一型五代机 F-22 或将被美军打入冷宫。美军的理由是，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， F-22 将不再适合执行任务。美国空军宣布，未来只保留 F-35、F-16、F-15EX 以及六代机 F-22 或将退役。你怎么看？这个选择很蹊跷，大概两个原因。第一呢，就是给六代机让位；那第二是给钱包减压。如果发展六代机，那么在五代机占据十号位置的这种 F-22 必须要这个打入冷宫，否则的话，六代机没有办法成为今后的主要角色，所以他选得很准。如果能够把主要角色腾出一个核心位置，那么六代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登上空军主力战机的宝座，也能为六代机今后的试飞研制，包括弹丸列装以及预算提供一些基本支撑。第二肯定是钱包不够。那现在 F-22 战机不能卖，而且是美国技术独有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只能够在作战行动中起到一个烧钱的功能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赚钱。像 F-35 虽然飞机不好，天天有毛病，而且在直播过程中以所谓的直播态暴露自己各种顽疾，但是它能卖，而且向各个国家有大量的销售。这个状态下 F-35 不仅可以捆绑盟友，而且是个重要的盈利工具。另外呢，像 F-16 战机包括 F-15EX， 它的维护成本并不高，每小时的维护费用也很低。这个状态下，如果面对一些中小的对手，依然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。所以现在看呢，如果把六代机堂而皇之的试飞，而且说很多功能都有重大超越，很多记录已经被六代机打破，那么今后夺取空中优势，甚至是重塑美国空军的作战能力，都有重要作用。